啊，咱们今天啊来到这个洞庭湖路上的啊这个爱心海景西区看看啊，这是爱心海景西区啊，它分东区西区，东区我们曾经去过啊，看看西区吧。小区这边有多层，有高层。进来以后啊，这个是层高是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层加阁楼七层吧。进来首先是那么一个长廊啊，也叫绿荫长廊吧。都是哪的车呢？黑龙江的 ，Lok 本地的。把头这家呢，是一家中介啊，房产中介，孙大姐地产。小区里边，啊。它的南面呢是多层，北面是高层。爱心海景西区，便民信息栏，物业友情提醒啊，这是物业吗？看这边停了三辆车，然后呢这边也是停了三四辆车。现在这个时间呢是中午十二点啊，十二点多钟吧，算是饭点啊。小区里见不着人，看他们的院子吧。啊，院子，把头这家是不错的啊，这边有点遮阴啊，这个时候一楼都晒不了太阳，就把头能晒到太阳。这边一个小台子，是个小广场啊，很小一点儿。小高层，那边是可能得二十层了，或者十八九层了。这边应该是十一层的小高层，也有几辆车。这个二楼一看就是住人的啊，现在有人住，都换了断桥铝的。这边院子呢，小竹林护着啊，这弄的是不锈钢的院墙，弄得好高呢。这家的小菜儿，这小菜长得啊，什么菜这么厉害？今天是大寒呀！这小院子，这边看啊，各家各户的院子呢，基本上都保持原态啊。种的菜，小还有小，这小塑料棚啊，塑料小棚啊，不叫大棚。这边就比较荒了啊，前面是爱琴海东区的楼房，这西区，这个爱琴海景这个小区的房子，它的最北边呢就是银基大道了啊，正对着还是一个公安交警啊，交警几分队或者是消防队，在这个地方，这是它的大高层啊，挺高的。咱也就不数几层了啊，这块地挺宽阔的啊，这两个楼距挺大的啊，挺宽，所以这边一楼呢都可以晒晒太阳。如果说这个小区的人都住满的话，这个车往哪停的也是啊，停车地方不多，尤其高层啊。哦，它可能是有地下停车场。
有没有不知道，看这家院子虽小，弄得很精致啊。这家是开放式的，这是楼道，楼道里看看啊，门厅，这应该是公寓式的楼，电梯房，这边是步行，那一楼住几家呢？一家、两家、三家。哦，它是公寓式的楼，你看看啊，两边对的。那么住北面的话就采光就不好了，住南面这家还不错。这是公寓式的楼，这是二号楼、一号楼。西区，豫，重庆的，上海的，吉林的，啊，这些业主们，业主也是来自各地啊。希望碰那个业主啊，聊聊天儿。哎，正好这边出来俩业主，你们好啊，哈哈哈哈，准备出去玩去啊？哦，吃过饭了吗？吃过午饭了。老家是哪里的呀？上海的。上海的啊。哦，在这买房子多少年了？十几年了。住的还好吗？好。真的好吗？真的好。你们这是怎么取暖呀？屋子里？装空调。是就空调取暖够用吗？现在没用过。还没用过。哎，不冷。你真的不冷？不冷。我们空调都没打开过。都没打开过。对。那你这个是冲南的房子，要冲北的房子就不行了。冲北不行，太冷了。冲北要这个。你们房子买的时候贵不贵啊？还可以。多少钱？十几万吧。多大面积？十几万？40个平方。40平方才十几万？啊，那还行啊。行。买的时候是原始房吗？不，二手房。啊，买的二手房。20来万。哦，原始房20来万。对。哎，你听说过你们那个小区附近要建一个公园吗？那对，前面。是吧？对，叫燕墩公园。燕墩公园，燕墩山公园是吧？对。建公园以后，对你们来说的话，那是更加好了。更加好了。哎，对。对。啊，还有一个博物馆。博物馆那个庐山的文化啊啊，把多那个多能个记载在这个里面，多好呢。哦，休闲娱乐，我们都好了，就好多了。哎，好多。这样的话，你们的房子也升值啊。啊，升值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反正高的也不卖，低的也不卖。我们这里居住主要是空气好，阳光好。空气阳光，要的是空气阳光。对，阳光对。哦，啊，你们这生活方不方便啊？方便，可以啊，多多啊，多多啊啊，网上送货都很方便嘛。就是说买一些生活用品方便吗？离集市近不近？可以啊，前面就是大集，都是每个集嘛，五天一个人集，对吧？五天一个集。哎，你们平常就是赶集？赶集啊。人气也比较旺啊，对吧？那个，再买东西往在网上再购买，都送到门口，都好。送到门口。好。啊，快递很快吗？这个。很快。几天要订上几？三天就到。三天都到。哎，对。哦。上海到我们这里3天。上海到这3天。我们寄回去也是3天。哎呦，那效率很高。今天买，明天早上就到就送。哎呦，拼多多这么厉害，现在这么厉害，发展很快啊。很快。哦，你这是您的车，上海车。我走了。上海怎么了？出去啊？上哪转去啊？啊，森林大厦那不是有老年公寓吗？老年公寓。你们是在那边是学员吗？是。也是学员。哎。啊，那边热闹是吧？哎，你们这边小区人住的人多不多啊？天人少一点。天人少点。对，是也是，夏天、秋天人特多。人特别多啊。嗯，对。哦。嗯，冬天嘛人少一点。哦，挺好的。已经喜欢这个地方了。喜欢。喜欢了，不愿意回上海了。看现在都没走嘛。多大年纪啊？我们两个都70多了。都70多了。对。那银滩过点好日子吧。这日子多休闲呀。对，好日子。好日子。行，你赶紧上车吧。啊，谢谢你们呢。谢谢你们接受我采访。哎，好好好。
这对热情的上海人开着车走了啊，他们去圣林大厦那边有个老年大学，可能过去活动去了，挺会过日子的啊。啊，这里小高层也停了几辆车啊，这是浙江的车，是个奥迪。这边是青 A 啊，青海西宁的车，那边还有两辆车，一个是电动车吧，一个是当地的牌子的车啊，这小高层。